我形象完了，才刚完了，一会儿最近都一直没有留意花絮的动作，结果就流露出很多不该流露的。哎，扔也扔，扔他一接。谢谢我呀，别出去。我还跟出去吗？钱都拿到了，还跟着干嘛？以后就没我这个老丈人了，那不是很好吗？份子钱都不用随了。杀青啊？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杀？哎呀，我也很想啊。恭喜你发财。